我爱男子汉。好了，男子汉呢很重要，因为什么都要会，对，才能称为是男子汉。对，我现在问问各位，你们觉得这个男子汉怎样的条件，这个还才会有魅力呢？我觉得男生如果专心做一件事情，很认真去做，我觉得就有魅力。很认真做一件事情，我觉得不要什么东西都学会，要学不会才有感觉。哎呦，厉害哦！学会才会去问嘛，才会学不会。没错，要保持虚心的精神，对，好不好？那那个男子汉中间有没有觉得谁是你们心中最有魅力的男人？圣洁好了，选我，选我，选我。圣洁，我觉得是王力宏，哇，他不但会词曲创作，然后也会拍电影，对，所以我觉得他最有魅力。而且最近又跟 Kobe 拍广告哦。对啊，对，帅惨了。好，来下一位 ，Coming soon。我喜欢 JP 耶，月球月球漫步，月球漫步。我真的超爱你的。非常好，非常好。你可以学他们，我不反对。你手在抓哪里？对啊，不是抓那边啊，腰部，腰部，腰部抓腰，坐太久，坐太久，随便抓呢，好不好？还有，再来，浩翔，浩翔，我觉得就是跟我王子，我跟王子一样星座的林俊杰。哇，林俊杰跟你一样星座，对，哎，个性怎么差那么多？对啊，但应该都蛮贴心的，就是贴心呐，然后跟那个柔软。对，但我觉得重点哦，怎么样？男生我觉得还不够，不准，对不对？我跟你讲，今天来的是我心中的女神。哎，心中女神怎么那么多啊？好多，没有，只有一个，怎么没？只有一个，最近只有这一个。你要早点习惯了，因为呢，当主持人的就是这样了，也没什么话好说了。这时候只能唱一首歌了，习惯就好，习惯就好。马上欢迎魏曼，耶！哇！太正翻了。对，他从什么时候我就开始注意他，你知道吗？什么时候？在 NTV 的时候。哇，不知道了吧？他以前是 VJ。我知道，对，知道。但最有印象的应该是周杰伦 MV 里面那个蛇舞，对不对？对。但是呢，最近有更大的印象，直接强植进我的脑里面了。哪里玩 ？Online 啊，对，有一个 Online 游戏。这个游戏品牌的，这虽然不是代言人，但是呢，他在代言人的身边呢，足以压倒性的把代言人这个风采抢光啊！绝对啊！他在那一秒钟真的是太正了，真的耶！哎，只有一秒，对，广告只有一秒，对不起，太可惜，因为我看到你的时候，我就自动按暂停，24小时有没有？小杰是把它录起来，存在电脑里面，对，这是反复播放吗？我要来爆料一下，怎样？魏曼真的是小杰的女神。之前你有跟我看这一段吗 ？FHM 魏曼有后面，他自己跑去 Seven 买哦，买完之后呢，他自己藏在房间，不跟我们讲，然后我们就想说你买什么杂志借我们看一下，他就撕出来，然后有一天我就拿来看，然后他看完我就说哎，我看一下那本杂志，他说真假，马上冲回房间看一下有没有折页哦，有没有被折到，他说是封面，不要翻到好不好，什么之类的。没有啦，是因为他就是朋友，所以他支持一下。哎，支持我们要看，我也可以支持一下吧。还说哎，不要折到这页，不要折到哦。什么？你跟小杰是朋友？就有共同朋友。交友不慎啊。什么？哎，不要这样好不好？给个机会嘛。对。好了，马上欢迎这位我这大家的心目中的偶像，也是呢亚洲全才型的天王。现在呢被人家评为是新四大天王的林俊杰。撑住脚，轰隆的引擎，像闯进半米秒，油门踩得轻轻的，却决定了目标。耶，鸟阵阵在倒转，耶，摔回半魔弯，耶耶，空间用力弹，耶，用力击中锁定我。Together
上上下下快乐着 Together 你肯喜怒定位在一起了爱的信念 Power We Together Everybody 跳着舞 Together 上上下下快乐着 Together 每颗心都定位在一起了梦的信念 Power We Together哇！谢谢，谢谢，谢谢。那么，让我们欢迎亚洲全才型歌手林俊杰。哇，俊杰真的太厉害了。对啊，而且他舞技又进步好多，真的。而且刚才最吓到我的就是呢，他唱现场，但是呢，可以唱出那个做出 MIDI 的感觉，为什么？因为我有加了一个特别的效果器。现在还有吗？还有啊，可以开一下，效果器开一下。哎呦！哇！原来是这样，但是我们虽然没有这个机器，但我们也可以做得到。哇！哎呦，很像很像，但是呢，但一首歌砍脖子砍完就断了，我跟你讲。来 ，JJ 呢也是我多年的好朋友啊，真的太厉害。这一次呢带来的新专辑改版了，学不会，学不会，没错哦。专辑在这边，来来来来。哎呦呦！哎呦呦，人来就好了，真是情人节的改版哦。为什么在情人选择在情人节改版呢？对，这个是一个情人节限定版，特别是里面收录这个，有一些特别的，有一组照片是像拍立得这样，然后里面有一些我自己写的话。哎，那比如说呢，就是情人节的时候，你会如果你有女朋友的话，你会准备什么样的一个惊喜给她？也要看情况啊，看对方是谁啊。哦，对啊，我会针对她的，比如说喜欢的东西。比如说吃牛排，哎，这么有那很烂哎，那不如把那个牛排绑在身上让他吃。Lady Gaga， 我曾经有一次是，就是那时候有跟前女友说，哎，我没办法陪你过你的生日，对，因为我在这个忙工作，对 对，然后是没办法。可是其实我已经讲好了，我已经安排好，我就跟那个餐厅讲好，我跟他的好朋友讲好，我说你就约他去约在那家餐厅，然后我就穿好那个 waiter 的衣服。穿威特啊，太贴心了，穿好像很正式哦。对，然后就从他的后面出现，就是我等一下要跟那个女生吃饭，一个女生工作的同事吃饭，他就想说很怪，为什么会跟女生就开始生气、吃醋，故意让他对有点生气吵架这样，然后我就从后面端那个菜上，哎，你好。这是你的菜，这样他就转过来，整个吓到，哭了没？有哭惨了，我跟你讲，太贴心了。这应该 JJ 是母羊座，跟我一样很贴心。对，羊座，你干嘛间接崩自己啊你？但是我觉得惊喜真的很难讲。比如说，我今天工作可能没办法陪你。对，如果这我之前就遇过一个很惨痛的经验。怎么样？好，我就也是跟女生说，不好意思，我今天工作可能没办法陪你。哎，那你可能要自己跟朋友说，哦，好啊，好啊。结果。我是要给他惊喜去找他，结果哇，跟另外一个男的做会了。那种就不要交往了。其实我们所有的男子汉，每一个都是你的粉丝啊。因为呢，你写的太多歌曲呢，这让天王天后呢，这个本来人气已经下滑了，一唱你的歌就红起来了。再说谁？好比说谁呢？好比说谁呢？就很多了。所以呢，我只能说他是巨星的救星。没错，谁要是能唱到他写的歌，不得了。我们随便那个讲几首，来来来，男子汉随便讲几首自己喜欢 JJ 什么歌。阿宝先说。徐若瑄爱那个爱笑的眼睛。哦，这首超爱这首。来一句，来一句。离开你，我才发现自己那爱笑的眼睛。好，谢谢。来，阿宝。背对背拥抱。哇，来一首。我们背对背拥抱。哎呦。滥用沉默在咆哮。哎，那这首歌你有找 MV 女主角吗？有，你应该找她啊。对，魏曼。谢谢。对啊，她的英文名字就是啦 ，Women 背对背拥抱。Women。对，我们那个发音不标准的时候才会发生。原来如此。好了，不要乱闹了。今天呢，我们这个男子汉呢，为了这个 JJ 呢，做了很多的准备。是的。他们今天要进行 PK 赛。对。就是呢，以你为主题的 PK， 然后每一个人呢都是你的粉丝，所以要拿出他们最大的诚意来表现。真的。好不好？我们就跟着看，先看第一组的表现。第一组。比赛规则：男子汉分别表演林俊杰的歌曲，最后由林俊杰选出优胜者，可以获得 JJ 的签名 CD。首先是圣伯德与吕正宪的对决，两人会将林俊杰的歌曲用什么方式呈现呢？大家好，我是萧伯德，然后今天
我带两位男子汉，就是我的 dancer。好，那现在呢？这个你们要带来的 JJ 的歌曲是什么？对，曹操跟编号89757。哇、wow、哦，所以是一个主曲啦。哦，主曲，主曲。好，那曹操的难度很高吗？你觉得？曹操主要是你要如果要跳舞的话，那个音有很多拉长的部分，哦、对，很高，你要不要被影响？一般呢，没有什么实力的偶像啊，在跳舞的时候不会选择唱那个高音部分，嗯，对，只会选择唱嘿吼哈这种的，对。没有没有，我说一般啦，我说一般，很多歌手都是这样。像哪一首歌？没有比如啦，就是没有比如吗？因为你看跳的时候，如果唱高音会，会这样子，对对不对？哈，好好，对嘛，你懂我意思吗？好了，看表演了，谁啊？我们来看他的表演 ，Go。表现错过再等一万年，男子汉明星脸让 JJ 傻傻分不清。Come on， JJ 觉得呢？有你的感觉吗？我啊，对啊，他比较像排球。排球啊，排球，真的，真的。请你不要到处沟通，找到需要沟通，不小心就没沟通。感觉是什么？感觉好像是罗志祥在跳不巧不用花钱。然后我刚看到表情很像，超像，然后舞感也好像。然后我刚看到最后，我觉得是罗志祥跟潘玮柏一起在唱你的歌。有。在听的过程当中，觉得他的声音有点像 JJ， 哦，音质还蛮像的。JJ 自己觉得呢？我觉得他，我刚刚一直在看他跳舞的表情，表情怎么样？我相信大家都会听跟看他的跳舞，可是我觉得他表演的那个表情还不错，哦，就有一种那种很投入吗？很投入 ，OK， 很投入。而且他有赢在一个地方，什么？他的眼神，为什么眼神？眼神怎么了？眼神没有表情的时候，其实还蛮帅的。哎呦，来，没表情一下。手势不要出来，松掉了嘛！手练出来，你那个手势是另外一个人的，对，放松，对，放松，其实就应该会蛮吸引很多女生，因为有一点坏坏的感觉。哦，好了，所以呢，这个博德的表演，对，接下来呢，我们要欢迎郑宪跟他 PK 啦。哎呦，
是无形的存在，转速太快，撕开未来，空间扭曲摇摆，需要传开，搬照出来。那几个慌慌，几个张张，几个夜晚，几个让我又忙又软，几个慌慌，几个张张，几个夜晚，所以我不敢不想。哦哦哦哦哦哦耶，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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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e on now， 电波隔空传来，翻山破阵地在，快快快，反应不过来。哦哦，瞬间闪过现在，一分钟的未来，开开开，虚拟的结局真的存在。哦哦哦，电波隔空传来，翻山破阵地带，快快快，反应不过来。哦哦，瞬间闪过现在，一分钟的未来，开开开，虚拟的结束真的存在。哦哦哦，哎，魏曼觉得怎么样？快歌好难选哦。很难选，他也是单眼皮的吗？他也是单眼皮的，对啊，节目超多单眼皮的，还没有要你选啊，是说看他感觉怎么样？我觉得很棒啊，很棒哦，很有魅力哦，很有魅力。这姐觉得呢？很有那个气势，有你的感觉吗？我啊，对啊，他比较像怀秋，怀秋啊，怀秋，真的。刚刚这姐一直说他背影跟怀秋一模一样，超像的，超像的。可是这首歌也是你歌曲里面算跳的比较厉害的歌，对，跳的比较激烈的。那刚才那一段那个间奏的部分，刚才间奏我要说一下，那个间奏是在 MV 里面没有出现的，哦，因为那个间奏是后来才编进去，就是他很表演的时候才编进去，他有用心看我其他演出。你原本是怎么跳？原本 那段是没有 feature 舞蹈 MV 里面，那后来有，后来是因为在其他的表演当中演唱会的示范，示范，示范。我想听一下 JJ 唱那个曹操，因为想要听他现场唱。我也想听曹操，所以你是直接把我那个叫他示范那段，因为他在救他，他在救他，把我打枪就对了。好好，那我们还是听他一下曹操了，好，原音重现，清唱吗？还是好清唱，清唱，清唱吗？清唱没问题啊。不是英雄不读三国，若是英雄怎么能不懂寂寞。哇塞，好听哦，太好听，好听哦。我想真的是实力派的，真的是实力派。要是没有实力的话，现场绝对不敢现场唱。嗯，怎么样？干嘛？我在等。我觉得你在 Q 人。没有，我没有影射，就是真的夸赞他，真的太有实力了。真的，那说来就来耶。没错。哎，真的太棒了。好，现在呢，到了决胜负的时刻。没错。这个呢，赢的这一组呢，将可以得到 JJ 的签名最新改版 CD。哇！现在呢，三秒钟倒数，直接翻开你们的人选啦。三、二、一，请举牌。JJ 选的是吕正先，那魏曼举的是萧伯德，哇，平手哎，平手哎，好，谢谢我们第一组的表现，谢谢。接着上场的两组都是武道的佼佼者，他们会带来什么精彩表演呢？那第一组呢是陈柏宇跟张家玮，带来的是不潮不用花钱的 remix， check it out。啊哈。需要够，不小心就没有够。
Watch him make it break it down, the music will just ooze. Watch him make it break it down, the music will just ooze. Watch him make it break it down, the music will just ooze. DJ 魏曼破表好感，现场变成联谊大会。看过啊？觉得他就是太遥远的距离。哪里会？我很平易近人。感觉只差远了。等下，现在是联谊吗？再联谊吗？联谊，现在是联谊。两人会擦出爱的火花吗？表现出色的陈柏宇及张家玮，林俊杰对他们会有什么评语呢 ？JJ 先来讲评一下。哇，很精彩，很精彩。感觉是什么？感觉好像是罗志祥在跳不吵不用花钱。哦，我刚看到表情很像、啊，超像，然后舞感也好像，然后我刚看到最后，我觉得是罗志祥跟潘玮柏一起在唱你的歌。有。哎，魏曼觉得？我觉得舞感非常好，而且后面那个机器舞嘛，是机器舞吗？对，算机器舞。那个一方就是跳得很好。是你们一起想的吗？他们很有自信 ，OK， 很酷，蛮有创意的。而且刚刚牛顿还可以吃苹果。对啊，其实这个是巴哈，这个不是牛顿、啊，很夸张是，找不到牛顿的照片，找不到牛顿。很夸张的是，我说哎、欸，这是巴哈，他说对啊，我知道，就是砍樱桃树那个嘛。你说他吗？对啊。见鬼了！然后我说不是吧，哎、是华盛顿才砍樱桃树吧？好了，但是呢，你们讲这个呢，没有人敢吐槽，为什么？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对啊，谁知道牛顿长怎样啊？对，对啊，好，但是呢，表现的这个舞蹈很棒，最重要是，我觉得他们的表演里面是有经过想过，然后他们很逗趣啊，看的人会觉得很精彩。嗯、是，哎，那魏曼喜欢会跳舞的男生吗？喜欢，喜欢哦。男生只要会运动，我觉得都很不错。单眼皮会跳舞，会跳舞，会运动，会运动，三个人又会写歌。来，姐记一下，那就 JJ 啦。我再记，对，就 JJ 啦。JJ 又会写歌，还会又会跳舞，又会运动，又运动，现在要单身，对啊，对啊，有想过啊？觉得他就是太遥远的距离。哪里会？我很平易近人，感觉只可远了。等下，现在是联谊吗？再联谊吗？现在是联谊。好，现在我们来进行第一类接触。没有这个东西啦，没有这个啦，要欢迎下一组了啦。来，我们看下一组表演，欢迎何凤远跟林嘉乐。耶、yeah ！跟嘉乐，对，非常有亲近的一个感觉，怎么样？哇，我觉得他们都很会跳，真的哟，都很会跳，而且都很有创意。
现在年轻人越来越厉害，真的有没有害怕的感觉？有，紧张了，紧张。长江的后浪的感觉。有，我觉得很开心，可以看到像现在的年轻朋友们，就是越来越有那个热情。没错，没错。对，而且对表演是那个心态是对的啊。但你不要担心啊，他们唱不过你啊。对，真的，这倒是真的。加油，加油。对啊。现在小男孩都长得好帅哦！什么叫小男孩？他们已经不小了，好不好？真的吗？他们现在都还没有25岁吗？啊，对啊，啊，对了，我忘记你已经啊，我27。女生的年龄是不能被公布的啊，我没有公布，他自己讲，他自爆，自爆。但我觉得他们跳舞好像有力道，我觉得跳舞最重要就是力道，还有力道的切割，自信。力道跟力道的切割，哎呦，这么说来，你也是会跳舞的人哦。我有偷学哦，示范一下嘛，好不好？这样好了，那个 JJ 坐着不动，你去他旁边跳舞这样。哎呦 ，Go！ 我只会乱扭哎。Go！ 蛇舞。OK， 人家都，哎呀，你怎么这样啊？你这个呆头鹅，人家手都伸出来了。对，再一次 ，Music！女神这样子就哎，这样子就 OK 了。谢谢大家来参加耿星泳衣金兽土风舞大赛。有这么夸张吗？真的，画面还不错啦，画面还不错，还蛮可爱的。没有，我跳舞一定要就是老师已经就是 say 好一段，编排好的，对，编排好。我觉得你，可是我不会 freestyle。好的，接下来两组已经就定位啦，那就请 JJ 评选，到底哪一组会获胜呢？倒数三秒，3、2、1，哦。张嘉伟、陈柏宇，哎呀，我觉得他们刚有散发出一种那个明星的架势，歌手的架势，大气的架势，而且对自己是很清楚他的他清楚他自己像罗志祥好在哪里，所以你还是喜欢罗志祥跟潘玮柏唱你的歌。好的，所以呢，恭喜这一组可以拿到 JJ 签名 CD， 谢谢。好，接下来看下一组表现，男子汉三大唱将，谁是 JJ 心中的 Number One？总是学不会，再聪明一点，记得自我保护，必要时候缴械，善意谎言。我的爱是说听不能听，已经浓得不能说是曾经，就算用尽所有真心，却到不了你的心底，回忆难以靠近，你是我奢求的唯一。谁会是今天的 K 歌之王呢？最后一组是男子汉的唱将对决，他们会有什么精彩表现呢？而且还是新歌，在这么短时间把它诠释出来。
其实他用的是自己的感觉吧，真的，我觉得 他很用心唱，我觉得那是唱歌最重要的。对，那就是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制作人的角度来看，你觉得他的特质、他的优势在哪里？优势吗？我觉得他是像我说的，刚刚他是发自内心唱出那个歌，我相信这首歌对他俩一定有他的意义在，哦，感动在。哎、哦，那故事在，要问一下，为什么这首歌对你有意义吗？因为我就是有看过他的这首歌是一个那个电影的主题曲，对，然后我去看过那部电影，然后就有去。试着投入在那个角色里這樣啊，所以刚好搭配这个，他想、他唱的时候是想象的电影的画 面。其实歌手在进录音室的时候也真的需要这样，就是说如果你闭着眼睛，然后对着这支冷冰冰的麦克风，你脑子里面没有画面，你唱出来就是没有感觉，就很技术、对对，所以唱歌其实还是要看那个感情比较重要、那你在唱歌的时候，你都在想什么？不一定啊，我通常都是在想写那首歌的时候的那个意境。对，真的是像这张专辑，就是在一直在想说自己学不会这件事情。你，对啊、那你有你学不会的吗？有。什么？我音乐做的还 OK 啦，但我觉得我在感情方面学不会。哇，感情每个人都现在都还在学、感情方面你不是学不会，你是学不乖。没有，开玩笑，开玩笑。哎，那魏曼觉得？我觉得就是如果歌手唱得很投入的话，也可以让我们听的人想到自己的故事。你刚刚想到什么故事？就想到自己悲伤的故事。曾经，每个人都有，就是以前呢、很久以前，很久以前刚分手，不是就以前被背叛的故事。你有被背叛过？有人背叛女神，该谁这么蠢？该他怎么背叛？没有，就是抓到他那个偷吃啊！怎么抓到？现场开门抓到，还是 email 抓到，还是手机简讯抓到？哪一种？Facebook 的讯息。哇！所以在这边讲 Facebook 讯息要删啊！还有，不是这样说，没有，不是这么说，是 Facebook 的账号跟密码不要给女朋友。还有微博不是啊，私人讯息要删。你们真是这些坏男生哦！对，不乖。重要的是 Facebook 一定要对自己的女朋友忠诚。对，没错，这个是对的，好不好？还不会让这种宅男女神伤心。对啊，多浪费啊，笨蛋的。来，我们来看下一组的表现。下一个，叶玉洁。1943，世界大战，阿妈年轻的时候。爷爷爱他那么多，他们感情很深，但是爷爷身负重任，到了理想的那天，给了阿妈一个吻，轻声说道，我要离去，别再哭泣，不要伤心，请你相信我，要等待我的爱，陪你永不离开，以为会有那么一天，我们牵着手在草原地，鸟儿歌唱的声音，轻声说声我爱你，我的爱是说听不能听，已经浓得不能说是曾经，也曾说成我是错的，爱未曾变成真的，竟还没谈到多少你需要的爱，我不再执着我是谁，或是我在夜里掉的眼泪，也曾说成我是错的，爱未曾变成真的，还没让你相信是爱情左右。哇，哎呦，不错，我觉
觉得他 有把这首歌变成自己的歌的感觉，有自己的味道放进去，而且他因为自弹自唱，所以他可以控制他自己的那个节奏跟情感的感觉，哇！我想到我当初在高中时候写歌的感觉，哎呦，哇塞！自己常常拿着吉他，然后写歌，那个最初的感动，最纯粹的那个时候，就是完全没有任何包装，然后就是很原汁原味，然后把自己的灵魂写进这些音符里面，然后用自己的声音唱出来。哎，所以哎，姐姐，你写记得的时候是16岁的时候？没有，十九，你19岁为什么就可以写出那么？那你当时的心情？哎，你说什么？你在当兵的时候啊？当兵？对啊，你有去当兵？有，哇，你真的很棒哎！有当兵的我都很欣赏。真的吗？为什么？当然了，我当2年多哎。你干嘛这么激动？没有，激动，当兵改变了自己的路。对，当兵的那些苦辛苦，那为什么那时候的辛苦会让你写记得？哇，怎么写？是不是有被兵变？没有，我不是因为兵变写这首歌。那是为什么？我那时候是这一届的悲惨往事即将公开。那为什么那时候的辛苦会让你写记得？哇，怎么写？是不是有被兵变？没有，我不是因为兵变写这首歌。那是为什么？我那时候是吵架，那时候跟女朋友吵架，因为分开了嘛，因为要离对。然后一个礼拜，你们那边当兵也是一个礼拜看一次，一个礼拜回来一次，对。哇。然后呢？然后重点是因为我当完兵，我知道我要来台湾来发展，所以那时候就一直跟女朋友有在吵，所以开始他就觉得远距离的爱情，对，他就觉得我不应该。然后你是到台湾才写，还是在新加坡写的？在新加坡写，然后送给他。也不算是因为他了，可以纪念这段爱吧。请从副歌开始。谁还记得是谁先说永远的爱我，以前的一句话是我们以后的伤口，过太久没人记得当初那些温柔，我和你手牵手说要一起走到最后。你看欧弟哥都情不自禁啊，他应该不是想牵你的手，我觉得他不是想牵你的手，我在保护魏曼手，牵错手，保护魏曼，牵错手、哦，太好听了，超好听的，赞的，尤其在听完这个故事的背后，听这首歌更有感觉。对，这个而且我觉得每次唱这首歌都不太一样心情。就是这首歌救了一个天后啊！我都不敢接下去。那就下次等那个天后来，我再转。好 ，OK， 再来转。真的好好听哦，真的太棒了，真的太棒了。好了，我觉得我们今天玉姐表现也不错。你还在哦？还在啦。我们整个聊起来，表现不错了。一般聊到这时候自己都退场了，没有。但是呢，表现得很好，因为你把 JJ 的歌曲呢完全。变成自己的风格，这是JJ刚给你的评价。而且他有唱歌转音的部分，其实蛮好听的。我发现他那个快断气，就是气快接不上，快接不上的那个微抖，也是特色。那个要保留哎，那个是特色，对，知道吗？要常常断气的感觉。对，自然就好，自然就好，唱出来。好，下一位欢迎的是黄兆琪，黄兆琪，加油。你的痛苦我都心里想为你解决，当开流眼睛握你手想飞奔往前，我相信爱能证明一切，勾着心会超越时间，多付出也多了喜悦，让幸福蔓延，总是学不会再聪明一点，记得自我保护，必要时候缴械，善意谎言，总是学不会真爱也有些失眠，
是谁情愿，就能够解决。谢谢。哦，学会。刚才高音的部分哦，表现相当精彩啊。嗯，他有抓到啊。对啊，他那个转上去几乎没有痕迹啊。对，他用假音，用直，他假音真音的那个转换还不错。怎么分啊？怎么分？比如说刚才那一句的话。总是学不会。我有我在这个正式版里面，就是前面两段是用假音，后面那个是用真音啊，就冲上去。这首歌我蛮期待你再一次 chorus， 你再唱一次副歌那个。好，来，快，用力一点的那个感觉，用真音。总是学不会，真爱也有现实面。没有，来，这不能再高，这首歌真的很高，这首歌真的很高，太高，最后可以用假音。但最后对那个音应该用假音来处理，对，会比较。如果太高的话，还是那如果是你会怎么处理？我吗？现场听听看好不好？你现场会怎么处理？哇，你考我啊！我陪你嘛。啊，你陪我啊？对啊，那我那句留给你啊。好，来，好。总是学不会，再聪明一点，记得自我保护，必要时候讲些善意谎言。总是学不会，真爱也有现实面。高啊！ Okay, 高了吧？很高了吧？很高了吧？害我发出公鸡的叫声，你吓到魏曼了。公鸡生蛋的声音呢、啊？哎、欸，你把那句完成了，完成了。人类也有现实面，不是谁情愿就能够解决。哇，好的，好了，好，表现不错。我们来看下一个人的表现。好，没有下一个，没有下一个，就是下一个。我觉得今天女神在你旁边，你有点不专心，有点不专心哦。对不起，因为我忙着瞄她，我都对没有在看大字报。好，请 JJ 评选三，哇，要选这三位，分别是朱立明、叶玉洁跟黄兆琪，究竟哪一位会是你心里的 number one 呢？哎，倒数三秒，三、二、一，请揭晓。哇，叶玉洁，哎呦，哇！自弹自唱的蛮难的，自弹自唱有它的魅力，有难度。然后其实自弹自唱呢，很容易露出破绽啊，对，也很容易让大家感动。可是他做到一个就是感动，而且呢，唱出自己的味道，对，自己的味道非常好。他很用心了，一直闭着眼睛唱。好的，恭喜你可以得到 CD 啊，谢谢。是呢，我们今天呢，这个所有的这个男子汉挑战呢，这个 JJ 这个经典歌曲呢，到这边已经告一段落了。我们也非常这个欢迎 JJ 来这边哦。那今天呢，男子汉的们，他们觉得还是听不够。对，那刚才前面有听快歌嘛？你是不是这个在最后结尾给我们来一点慢歌，好不好？好啊，来一首情歌。什么歌？刚刚我说的这个三部曲的，不存在的情人。哇，掌声鼓励鼓励。MV 太棒了。以为能够看见阳光，才想起你早已离开，时间忽然全故障，心永远在漆黑的晚上，还没一起去的地方，还没实现过的梦想，只能暂时先遗忘。照片里你的脸庞，笑容停在我眼眶，美好转眼变了样，像是底片见了光，变一片空白，不想更新你的近况，不想删除你的模样，假装有人取代你每天在我身旁，
不愿意被谁看穿，只剩我一个人的孤单。若谁问起你来，我会说那又怎样？没人理解的武装，没人怀疑的坚强。哦哦哦哦，不想面对我的痴狂，不想正视我的荒唐，假装没受过伤，所有痛一个人承担。不愿意自己揭穿，这是我对自己的惩罚。不存在的情人就不会离开我身旁。耶耶耶耶，我耶耶耶耶耶耶。哇！谢谢谢谢 JJ， 谢谢谢谢。也谢谢魏曼，谢谢魏曼，谢谢魏曼。好了，所以呢，请大家继续锁定更精彩的《我爱男子汉》，耶！拜拜。学不会，学不会。